海洋，生命的摇篮，风雨的故乡，也是众多生灵赖以生息的家园。中国大陆海岸线绵延18000多公里，3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主张管辖海域上，星罗棋布着11000多座海岛。几千年来，中华民族与这片海相依相伴，和谐共生。从北到南，从海岸到海底，辽阔且多变，四季更迭，冰封、雪覆、狂风、巨浪，生命所要面对的是各种考验的无尽轮回。中国海域最北端，渤海辽东湾。冬季，浮冰逐渐覆盖海面。海冰对人类是一种困扰，却给某种新生命提供庇护。一头斑海豹出生仅3天，它不会游泳，甚至不能自如爬行。没有母亲的保护，幼崽将无法存活。斑海豹母子之间联系紧密，母亲绝不让孩子远离视线。但海豹宝宝只能在妈妈身边生活1个多月。在此期间，它必须完成换毛、断奶、下水的成长过程，然后离开母亲独自生活。留给他们的时间非常紧迫。渤海和黄海北部，世界上纬度最低的结冰海域，也是斑海豹在全球最南端的繁殖地。相比高纬度地区，这里浮冰融化得更早。小海豹的体重在10天内增长3倍。海豹乳汁脂肪含量很高，是小海豹快速成长的保证。每天它要吃5-6次奶。咦，妈妈呢？这是个信号，海冰正在融化，或许小海豹尝试下水的时刻到了。在妈妈的鼓励下，海豹宝宝第一次离开浮冰。啊，可海水也太冷了吧。小海豹不得不跟随母亲，可他还是在想办法离开水面，哪怕只是一会儿。更大的麻烦来了，一头雄性斑海豹
他正在寻找配偶。熊海豹盯上这对母子，海豹宝宝感觉到威胁，游向妈妈寻求保护。哺乳期内，雌海豹不会发情，所有靠近的生物都被视为入侵者。海豹妈妈越游越远，进入一片开阔水面，必须摆脱骚扰。海冰融化比预想的早，今年气温偏高，冰层的面积和厚度都不如往年。往来的船只将浮冰切割开来，想找合适的地方休息并不容易。没想到第一堂游泳课就是一次马拉松。那么有没有摆脱那个讨厌鬼呢？啊，还跟着呢，真是位执着的追求者。海豹宝宝累坏了，在广阔的海面上遇到合适的配偶并不容易，熊海豹不会轻易放弃。又一轮激烈的求爱攻势，希望这一口能给他一点教训。熊海豹已经认定目标，他像影子一般紧随左右。痴心的追求者不用等待太久，一个月内小海豹就要离开母亲，独自应对风云莫测的大海。冬季气候严寒，食物匮乏，山东半岛黄海之滨的榕城，大约2000只大天鹅在这里越冬。在会飞的鸟类中，天鹅是体重最重的种类之一。一群大天鹅从蒙古高原出发，长途跋涉，再次集群。寒冷的冬季，陆地上觅食难度倍增，而天鹅的主要取食地在海上。近岸的浅海有一片海草场，大叶藻，北方海草场的优势物种。海草茂盛时，聚集的大天鹅历史记录可达万只。
在饥饿面前，没有哪一只天鹅能继续保持优雅。冬日生存条件严苛，它们不会向竞争者让步。向南3000公里，南海热带海域。与北方冰天雪地相比，这里平均气温高了约30摄氏度。冬季似乎失去了影响力。可事实并非如此。生命的节律依然受水温掌控。法螺，壳高超过50厘米的大型海螺。一只雌性法螺刚刚完成交配。它产下了将近500枚卵囊，200万颗卵。它伸出吻部清洁卵囊，拨动水流，让每一颗卵得到充足的氧气。法螺只在水温较低时繁殖，整个冬季它不会离开半步，也不吃一点东西。南方的春季来得很早，水温上升，法螺幼体破卵而出。此法螺完成使命，从藏身处现身。它不再是慈祥的母亲，而是饥饿的猎手。长棘海星，周身密布毒刺，它们以珊瑚为食，一旦大量爆发，能毁灭整片珊瑚礁，在全球很多著名的珊瑚礁海域制造威胁。通过感知水下化学物质，法螺和海星察觉到对方的存在。一场追捕开始了。刚从漫长的冬季中复出，法螺动作迟缓，海星趁机逃跑。依靠灵敏的感官，法螺再次锁定对方，他不能犯同样的错误。这一次他速度更快，长棘海星倚仗毒刺
做最后的防御。可是毒刺对法罗不起任何作用。法罗坚韧的吻部穿透海星的表皮，吮吸营养丰富的生殖腺。法罗是长棘海星在自然界几乎唯一的克星，它们华丽的外壳常被人类用作装饰品，由此招致过度捕捞，使法罗的数量日益减少。春回大地，海面不动声色，生命却被季节无形的力量推动，一场伟大的自然奇观拉开帷幕。这就是动物大迁徙。世界上超过一半种类的鸟会进行季节性的长距离迁移。中国东部沿海，世界鸟类迁徙的重要通道。河口海湾汇聚了河流带来的大量营养物质，这是鸟类理想的觅食地。广东深圳湾，成群的水鸟栖息于此。为了下一次飞行，鸟儿们必须抓紧时间进食。它们各就其位，等待觅食的最佳时机。潮水搅动，营养物质在水中翻腾，鱼群追随食物蜂拥而至。水鸟的机会来了，提嘴鸭不捕鱼，它们更适合取食浮游生物。红嘴鸥体型较小，是小鱼猎手。受惊的大鱼慌不择路，纷纷跃出水面。终于，毒刺出手了。最热闹的时候，这里聚集将近60种，超过30000只水鸟。候鸟陆续离开，海滩恢复平静，等待下一次召唤。史诗般的洄游也在这个季节发生。我乡鲸，鲸类中的旅行家，春季从热带出发，
前往高纬度海域。他们中不乏怀孕的雌鲸。抹香鲸的孕期长达16个月，比整个洄游的周期还要长。只有跟随群体，才能确保安全。目的地十分遥远，保持正确的航向至关重要。如果需要，他们能发出这个星球上最强的动物叫声。230分贝的巨响，足以夺走一个人的生命。叫声不仅沟通家族成员，还能通过回声定位，描绘出一幅海底地图。可是，巨鲸的长途旅行依然难免迷途的危机。一头雌性抹香鲸出现在广东大亚湾，形单影只。它怀着身孕，却和族群走散。他迷路了。近岸浅海，巨鲸的鬼门关，遍布的渔网是致命陷阱，过低的水位随时会让它搁浅。救援船只赶到，船只在抹香鲸身边制造声响，驱使它离开海湾，回归深海。营救暂时获得了效果，雌鲸转头向深海游去。但是它过于虚弱，而且孤立无援，人类能做的已经非常有限。这里是他一生旅程的终点。远方，鲸群继续前行。这群神秘的漫游者，寿命长达60-70年，一生中3/4的时间穿行在与世隔绝的深海，迁徙总里程超过100万公里。
踏上春季坎坷征途的，不仅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巨兽，也有毫不起眼的小鱼。台湾东部面朝太平洋，一种洄游的小鱼，其数量之多足以形成鱼汛。日本瓢鳍虾虎鱼，台湾当地称为秃头鲨，数以千万的小鱼在海洋中仅生长六个月就返回溪流繁衍后代。受本能的驱使，虾虎鱼追逐着淡水，从宽阔的大海进入狭窄的溪流。台湾东部山体陡然抬升，溪流湍急，鱼类没有抓握的四肢，奋力滑动鱼鳍才能逆流而上。瓢鳍虾虎鱼有独特的天赋，它们的左右腹鳍愈合成一个大型的吸盘，可以吸附在石头上，从一块石头到另一块石头，步步为营，向上溯游。捕食者蠢蠢欲动。另一种虾虎鱼，台湾吻虾虎鱼，是一条拦路虎。比台湾吻虾虎鱼更可怕的猎手，也守候多时。鹭鸟是贪婪的捕食者，一年中最好的时机绝不能放过。闯过这一关，依靠的是庞大的数量、顽强的本能，以及幸运女神的一次垂青。夏季到来时，小鱼将回到出生的地方。瓢鳍虾虎鱼是杰出的攀爬高手，身长不过五六厘米，但是在远离大海80公里的深山中，都能发现它们的踪迹。水温继续升高，海洋进入一年中最活跃的季节，夏季。海洋生物的种类和数量达到顶峰，而这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。要在竞争中幸存，强大的猎手凭借力量和速度的优势，而弱者必须拥有非比寻常的逃生手段。春末夏初，东南沿海有一类长相奇特的小动物出没，海阔鱼。海阔鱼身体柔软，动作缓慢，没有坚硬的外壳，也没有跟环境融为一体的伪装。相反，它们色泽艳丽，
分外显眼。因为头上的两根嗅角，它们又被称为海兔。看似柔弱可爱，其实并不好惹。鲜艳的色彩是一种警告，提醒天敌别来吃我，我有毒。六鳃海牛，另一种海阔鱼，擅长逃生术。感受到威胁时，它舒展身体，快速逃离现场。翩翩舞姿迎来另外一个名字，西班牙舞娘。靠近海岸的沙床中，生活着一种广泛分布的海兔。醒目的蓝色斑点，似乎浑身长满眼睛。而真正的眼睛，是头部上不起眼的小黑点。它的排泄口长在背上。蓝斑背刚海兔，精通障眼法的逃生大师。鲟，一种脾气暴躁的螃蟹，它苦心经营藏身的洞穴，希望安心进食，不受打扰。可是一只海兔闯进领地，鲟要教训一下这个冒失的家伙。受惊的海兔释放紫色液体，这种紫物有毒，能迷惑甚至麻痹敌人。海兔则趁机逃跑。夏季，野生动物的对手不仅有同类，有天敌，更有一种无法抵抗的力量。东海，崇明岛沿岸，芦苇丛深处，一种小鸟迎来繁殖高峰。鸟巢在一米多高的地方，有几根芦苇支撑，幼鸟与外面的世界仅隔一道屏障。震旦鸦雀高度依赖芦苇生存的珍稀鸟类，因为芦苇成片减少，正从很多地方消失。夏季食物丰饶，却总不平静。温暖的海水给热带气旋提供巨大能量，风暴在海上形成，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海岸席卷而来。台风所到之处，惊涛骇浪，而崇明岛
即将被狂风暴雨吞没。随风摇摆的芦苇无力提供庇护，一夜风雨，繁殖期的鸟类损失惨重。真蛋鸦雀一家没能幸免。芦苇折断，鸟巢呈90度倾斜。所有的雏鸟被抛出巢外。然而一枚卵还在。它孵化了。亲鸟回巢，只要有一个孩子存活，它就不会弃巢离开。鸟巢摇摇欲坠，任何一个不小心，最后一只雏鸟都有可能丧命。危机还没有解除，芦苇丛林底部是螃蟹的世界，他们是机会主义者，不会拒绝任何到嘴的食物，而这一对有力的螯能轻易撕碎雏鸟。雏鸟尸体散落在鸟巢周围，是天上掉下的大餐。大大小小的螃蟹竞相争夺，食物的气味在芦苇丛传播，越来越多的螃蟹聚拢过来。亲鸟外出觅食，螃蟹不断涌来，芦苇丛底下变得有些拥挤，其中一些开始往上爬。螃蟹的数量太多了，只要有一只闯进鸟巢，最后的小鸟将性命不保。亲鸟没有察觉，还在努力觅食。一只抱卵的雌蟹爬上芦苇，夏季同样也是螃蟹的繁殖期，它们都迫切需要食物。一只螃蟹接近，不过盲目攀爬使它和鸟巢擦肩而过。真正的威胁降临。
金鸟从天而降，震旦鸦雀保住了唯一的孩子，这个夏天最后的希望。夏去秋来，人类收获的季节，成片的芦苇消失，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减少，震旦鸦雀可能因此而食物短缺。不同的季节总要面对不同的考验。海上，无声的号角再一次吹响，又到了迁徙回游的季节。在大海之中，在天空之上，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所驱使，除了死亡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。无论冬季的冰天雪地，还是夏季的狂风暴雨，以及春秋两季永无止境的漫漫长路，都是海洋这片辽阔的舞台上恢宏的布景。大自然没有剧本，每个生命不得不激发出所有的能量，为生存和繁衍而战。嘴里油呢？太不容易拍了，稍微有点远了。
海洋蕴藏巨大的力量。太阳、月亮、地球相互作用，产生强大的引力，使海水规律地隆起，然后落下。潮汐，自然界最规律的现象之一。大多数海洋生物终生受到它的影响。觅食、搏杀、繁衍，唯有顺应潮水的节律，才能在海洋永不停歇的运动中求得生机。每逢中国农历十五的月圆之夜，巨大的引力使海洋产生最大潮汐。一些海洋生物会选择在此时制造出奇妙的景象。辽宁大连的海面下，一只雄性沙蚕钻出浅海泥底，月相影响潮水，传递出神秘信号，指引它做出不同寻常的举动。它的体内充满精子，迫切需要雌性伴侣共同完成繁衍使命。雌性沙蚕同样急迫，他们在满月的潮水中相遇，新郎和新娘摇摆身躯，疯狂的婚舞在激情中起幕。这是生命中最绚烂的时刻，几十分钟后，雄性沙蚕释放出所有精子，受到诱导，雌性沙蚕也开始排卵。他们甚至撕裂身体，尽快释放所有卵子。这是孕育新生的瞬间。也是死亡来临的一刻。他们的消化系统早已被精子卵子占据，此时只剩下一副皮囊，沉入海底，纷纷死去。海洋中，许多动物的繁殖都发生在最大潮汐来临的时刻，但背后隐藏的原因至今仍无定论。四月下旬，同样的月圆之夜，中国南海的珊瑚礁正在悄然酝酿一场盛典。海洋中一片寂静，没有任何征兆显示即将有大事发生。
一枚卵团出现，它不停旋转，终于挣脱母体。生产的信号在潮水中传播，几十种珊瑚同时行动，奋力把卵团挤出体外。它们的步调神奇地保持一致，几小时内，数亿受精卵宛若星辰，乘着大潮潮水四处飘散。一些海洋生物也纷纷赶来捕食珊瑚卵，享受这一年一次的盛宴。珊瑚繁衍自古生代初期开始，已延续数亿年。珊瑚礁是海洋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，无数海洋生物聚集于此，繁衍生息。然而，过去30年中，大量珊瑚非正常死亡，每年只能生长1厘米的珊瑚礁，命运变得分外坎坷。珊瑚产卵，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时刻。年轻的生命将在不同地方安住下来，使珊瑚礁生态系统延续下去。夜晚离开，繁殖的异象消失不见。退潮后的滩涂看似荒漠，了无生机。事实上，它是无数动物的庇护所。螃蟹是这里最庞大的家族。海南终年炎热的海滩上，平长沙蟹努力将洞穴挖得更大，这会在下一次涨潮时为它赢得更加宽松的躲避空间。一个奇怪的癖好使平长沙蟹看起来异常勇敢。分明不会游泳，却一次次追逐潮水，或许是为了觅食，或许仅仅是出于好奇的游戏。不远的沙滩上，圆球骨窗蟹正用惊人的速度改造沙滩。
猎手也在等待时机。速度决定生死。圆球骨创蟹是天生的急性大师。退潮的几个小时内，圆球骨创蟹可以把这片沙滩的沙子过滤一遍，然后退回洞穴，静候下一轮潮水涨落。泥质滩涂上，另一种螃蟹的生存智慧与生俱来。短指和尚蟹从不单独行动，集团出没的方式能让个体获得更多生存机会。但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多食物。他们一边行进，一边快速进食，赶在下一次涨潮来临之前，确保每一只都能填饱肚子。潮水开始上涨，似乎听到一声号令，短指和尚蟹集体消失。这是与潮水的赛跑，要等到退潮，他们才能再度外出。退潮后，滩涂上的黄金时间，并不仅仅属于螃蟹家族。中国南方沿海的红树林沼泽，规律地跟随着潮汐的节拍。在潮水退去后，这里即将成为一个巨大的餐桌。深圳福田红树林滩涂上，大滩涂鱼迫不及待地钻出洞穴。大滩涂鱼是极少数能够用鳃和皮肤呼吸的鱼类。滩涂上的硅藻是它重要的食物。充足的氧气让它格外兴奋。更多大滩涂鱼钻出洞穴，泥滩上变得越来越拥挤。对于喜欢独居的大滩涂鱼来说，领地寸土必争。丝毫冒犯都无可容忍。真正的威胁在四周徘徊，
12月，大量候鸟赶来越冬，危险紧随而至。在驰鹿眼中，大滩涂鱼是肥美的猎物。满潮时看不到它们的踪迹，而退潮让狩猎变成可能。一只大滩涂鱼瞬间毙命。更加老成的大滩涂鱼知道，必须停止进食，躲回洞穴。猎手和猎物互相观望。是躲在洞里忍饥挨饿，还是冒险外出？留给大滩涂鱼的选项不多，而驰鹿的时间也在一点点消耗。潮水开始上涨，饥饿终于战胜恐惧。涂鱼再次出动，驰鹿也发起最后一击。随着涨潮，海水淹没滩涂，一切又归于平静。潮汐就这样制定着精准的时间表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几乎所有在滩涂生活的动物都要受到潮汐的支配，其中包括几百种鸟类。四月初，黄海最北端的鸭绿江口，芦苇一片枯黄。每年都有客人远道而来，这只斑尾成鹬来自10000公里外的新西兰。它已经连续飞行8天8夜，不吃不喝，而且毫无停歇。斑尾成鹬是地球上不间断飞行的记录保持者，但超长距离的飞行，它的体力几乎消耗殆尽，生命已经濒临极限。疲劳和饥饿随时可能让它丧生。然而，滩涂还没有完全解冻，觅食异常困难。哪怕捕获一只沙蚕，都是幸运的。好在天气即将回暖，滩涂很快会充满生机。每年
至少有50000只斑尾成鹬在此歇脚。鸭绿江口滩涂，对绝大多数斑尾成鹬来说，是他们从新西兰到阿拉斯加14000多公里的迁徙路上唯一一次停留。漫长的旅途中，这片滩涂异常珍贵。但就餐时间取决于潮水的涨落，它们焦灼地等待退潮。一个月内，斑尾成鹬必须让体重增加1倍，否则根本无法维持后续的迁徙。退潮了，这些涉水鸟类开始在泥滩中搜索软体动物和蛤类。它们的嘴型似乎专门为此设计。常年生活在海边，斑尾成鹬熟知潮汐的节奏。它们紧贴潮水线，随潮水涨落而进退。当潮水上涨，它们不断沿潮线推向岸边。直到潮水完全淹没滩涂，才恋恋不舍地退离海滩。而当退潮刚刚开始，他们又急不可耐地赶来，一秒钟也不敢耽搁。一个月后，斑尾成鹬增长的脂肪使体重增加了1倍，这是接下来6000公里飞行唯一的燃料。遥远的北方，繁殖地阿拉斯加正在召唤，生息繁衍的使命提醒他们该启程了。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长时间留住这些旅行家。他们沿着海岸线不断迁徙，明年只要这片滩涂还在，他们就会回来。当斑尾成鹬暂时脱离潮汐的控制，开始飞向下一个目的地的时候，中国东海正在生成的另一场迁徙则完全依赖海水的带动。不同的是，它们依赖的不是潮汐，而是海水的另一种运动形式——潮流。
水母没有游泳能力，只能在海洋中随波逐流，任由海水将它们送往随便哪个地方。水母拥有绝无仅有的耐性，这些水螅体能沉睡很久，可能几个月，也可能几年，甚至十几年。潮流帮助他们逐渐汇聚，很快数万只长大的海月水母汇聚成庞大的群体，踏上扩张之路。水母所经之处，浮游生物被消耗殆尽，它们几乎成为这片海域的霸主。但是总有敌人。白色霞水母与海月水母在潮流中不期而遇。白色霞水母是致命的杀手，长长的触手充满毒液，触手一旦沾住猎物，毒液便很快发挥效力。任何企图逃脱的挣扎都是徒劳的。海洋表面下，潮流比潮汐发挥的作用更加强大。不同的水团带来了营养盐的变化，这是许多海洋生物更为敏感的生存因素。南沙群岛的许多礁盘处，海水受到礁盘阻挡，席卷而上的水流把海底的营养物质带到上层。浪潮湍急之处，食物往往更加丰富。花园鳗看似弱小，却有与众不同的本领。他们是节省体力的行家，只需找到理想的觅食地，把三分之二身体扎到海沙中，头部逆向潮流就能把自己固定，并且随时吞下潮流中的浮游生物。突然邻居们变得惊慌起来，这是危险来临的信号。
条饥饿的红鱼。花园鳗迅速钻进沙子，红鱼早已发现了这些小小的美味。他扇动双鳍，试图逼猎物现身。白费力气。哦，又安全了。并非所有小生物都能生活在舒缓的海流中。那些在礁石上安家的生物，每天要面对的是潮水的强大力量。浙江温州南脊列岛，典型的沿礁海岸，潮水遇到礁石阻挡，力量变得空前强大。再强烈的潮水冲击，藤壶也毫不畏惧。依靠一种不溶于海水的超强胶质，它将自己牢牢固定在岩石表面，终生不再移动。太阳炙烤岩石，藤壶完全暴露在烈日之下，无处躲藏。紧闭外壳，防止水分散失，是唯一的策略。几个小时烘烤后，海水覆盖过礁石，藤壶伸出腕足，搜寻水中漂浮的浮游生物，那是它们的主要食物。虽然不用担心被海水冲走，但威胁临近时，它们也无处可逃。黑夜的潮水中，荔枝螺在寻找猎物。它试图将口气伸入藤壶壳内，用消化酶消失藤壶的肉体。藤壶似乎只能坐以待毙。然而他却发起令人难以置信的反击。荔枝螺败下阵来，藤壶逃过一劫。藤壶雌雄同体，但必须一体受精。
尴尬的是他们行动不便。不过藤壶自有解决之道。他们拥有世界上与自身比例最为悬殊的雄性生殖器，长度足够让临近的藤壶受惊。轻轻一点，成功了。一个月后，每个受精的藤壶都能产出数万个幼体。幼体跟随潮水广泛播散，任何可以附着的地方都能成为它们生存下去的家园。绝大部分海洋生物都能感知潮水的规律，但在台湾澎湖列岛才能感受到，对潮水的洞悉和把握可以达到何等智慧的程度。浑然天成，却并非出自天然。缔造他们的是古代的人类，遵从潮汐的节律，石户变成不会移动的渔网。每逢涨潮，鱼儿跟随潮水游进石户。退潮后，来不及逃走的鱼类被困入海洋是生命最初诞生的地方，是数量庞大的海洋生物生死相依的故园。海洋制造的氧气占地球产生氧气总量的70%以上。潮水的起落消涨与循环往复，让整个地球的海洋水体始终处于运动之中。
潮水恒久不息的运动，关系着海洋的健康。物种的延续和我们所在星球的未来。只要他们离得稍微有点远，在想一些办法来完成我们的特写计划。Keep going straight。渔民一般对他们都不做驱赶。那边那个边儿，我再看不出来到底是不是。确实比较密啊。对。生命从海洋延伸至陆地，创造了一片神奇的地域。咸淡水在这里进行物质交换，强大的生态净化功能让它成为地球之身。它是海陆之间的过渡地带，是受潮汐影响最为明显的区域。它富有生物多样性，是鸟类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。众多生物在此栖息、繁衍、哺育。滨海湿地，生存与竞争的故事，每天都在上演。中国东北辽东湾，冬季气温低于-20摄氏度，枯黄的芦苇散布滨海湿地，因底质具有高盐度，陆生植物难以生存。然而当气温逐渐上升，
一种神奇的植物开始发芽，它就是炎帝简鹏。炎帝简鹏给湿地带来生机，每年夏天，成千上万的黑嘴鸥从南方归来，在这里繁衍。父母外出觅食，一只刚出生的幼鸟在巢中等待。它对这个新世界实在太好奇了。雄鸟在滩涂上寻找食物，这时雌鸟突然奔跑起来。雄鸟还在自顾自地觅食，它飞奔而至，向雄鸟索要食物。雄鸟乖乖交出食物，雌鸟并非懒惰贪食，这是黑嘴鸥夫妇的觅食策略。雌鸟将带着食物赶回巢中。但幼鸟不见了，它似乎听见了母亲的呼唤。这片滨海湿地滋养着无数生命，黑嘴鸥将其视为故乡，在此哺育幼鸟，繁衍生息。秋季来临，滩涂被染成一片火红，眼前的壮美景象源自生命的奇迹。当气温下降，光照减少，炎帝简鹏把叶绿素含量降低，减少光合作用，从而在身体里保留更多水分，也因此呈现出红色。如何解释这一现象，科学界至今没有定论。我们对生命的探索依然歧路漫漫。到了黑嘴鸥向南迁徙的时候，成熟的幼鸟已学会觅食与飞行，但一些黑嘴鸥幼鸟出生的晚，它们还需要父母喂食。为了应对接下来的长途飞行，成鸟也需要大量食物来储备体能。大量留守的幼鸟聚集在滩涂，有一些因饥饿而死去。迁徙开始了，如果他们不能在短时间内学会飞行，生存的机会将变得十分渺茫。一只幼鸟无意中闯进红角鹬的地盘，
洪皎玉讨厌这个不速之客。准备迁徙的成鸟顾不上施加援手，这只幼鸟的命运难以预料。大自然的壮美与残酷在此同时上演。滨海湿地让许多鸟类度过生命最初的时光，也给一些生物提供终生的庇护。这是野性之地，危机四伏，要想在此安身立命，必须身怀绝技。黄海南部，这里生活着大量水鸟，对于小型湿地生物来说，它们都是凶残的捕猎者。一种小型生物是除此之外，石蝗还有更神奇的本领，它们能感知四季变化与潮汐更替。之中最大的潮汐即将来临，这是他们交配的最佳时机。石蝗集体出动，寻找伴侣可能耗费数天时间，他们必须补充足够食物。滩涂上蕴藏着大量海洋微生物，它们在滩涂上逐寸逐寸地觅食。大潮的时间不断接近，它们必须尽快找到配偶。但合适的伴侣却很难遇上。
刘备是黄雌雄同体，他们体内有雌雄两套生殖系统，但只能一体受精。合适的交配对象必须在成熟度和体型等方面都十分相近。找到合适的对象还需要相互默契。他们首尾相接，形成一个太极圈，开始旋转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使双方都顺利受精。交配之后，始皇要尽快产卵。受精卵产在滩涂上，等待这一年中的最大潮，把它们带到海中。始皇的幼体将在大海中成长，直到长大，再回到这里。作为陆地与海洋的交汇地带，潮间带是受潮汐影响最为明显的区域。海水周期性地覆盖海滩，大量营养物质被留存在滩涂上面。正是依靠这些食物，众多生命得以存活。初夏时节，黄海北部的一座偏远小岛，对于从南方归来的候鸟而言，这是一处安全的繁殖地。一种濒危候鸟在悬崖顶筑巢，黑脸琵鹭为了繁殖下一代，它们从中国南方迁徙至此。一只雄鸟在寻找合适的树枝，用以加固巢穴。雌鸟已等候多时，今年这对夫妇孵化出了三只幼鸟。幼鸟们羽翼未丰，他们必须抓紧时间练习展翅，
在气温下降之前学会飞翔。它们需要大量食物，雄鸟观察和感知潮汐的变化。它离开悬崖，飞往十多公里外的滩涂。已经退潮，水鸟开始觅食。黑脸琵鹭的觅食方式与众不同。雄鸟拥有成熟的捕猎技巧，扁长的嘴喙深入水中摸索，凭嘴喙的触觉捕抓猎物。这十分耗费体力，它必须尽快返回繁殖地。幼鸟们已急不可耐，一次捕猎所得的食物不足以喂饱三只幼鸟。父亲再次出发，幼鸟们留在悬崖上，较年长的一只蠢蠢欲动。可是没有父母的照料，悬崖充满危机。幼鸟渴望飞翔，在悬崖顶上，它迎风锻炼着翅膀的力量。一个月过去了，幼鸟的羽翼丰满起来，迁徙的时间也步步紧逼。幼鸟必须尽快完成第一次飞翔。它爬到悬崖顶，悬崖高50多米，它不能失手。他全神贯注，鼓足勇气。父亲紧张地关注着他。如果翅膀被浸湿，起飞将十分困难。他成功了。有成鸟的陪伴，它们将迎来生命中第一次远行。在不同的生态系统中，生物以不同的方式生存。红树林是和珊瑚礁、海草床并列的三大海洋生态系统之一。这种神奇的木本生物群落能在海水中生长，它们根系发达，足以抵抗强烈的风暴和海浪，对岩土的适应能力超过任何陆生植物。神奇的红树林是许多生物的藏身之所。
一种微小昆虫在红树林隐秘栖息。为躲避天敌和潮水，它们把巢穴建造在树枝上。这就是举腹蚁。一只举腹蚁身长大约5毫米，它们能建造出直径接近半米的蚁巢。举腹蚁是社会意识极高的生物，除了同类之间的沟通协作，还与其他物种建立联系。在巢穴附近，举腹蚁正在寻找一群朋友的踪迹。这时，一只枯叶蛾的幼虫闯进领地。它可以在短时间内把一片树叶吃光，这将破坏介壳虫的栖息地。工蚁们马上警惕起来。他们互相传递信息，准备驱赶入侵者。举腹蚁的尾部有一根毒针，他们举起毒针瞄准入侵者。但是，毛虫体型是举腹蚁的上百倍，毒针难以击退毛虫。举腹蚁的双颚有强大的咬合力，可以咬碎坚硬的木头。他们改变策略，紧咬入侵者的毛，用力撕扯。毛虫奋力反抗，巨大的身体足以把举腹蚁摔下树干。工蚁们集体出击，毛虫筋疲力尽。奋身一跃，逃离了战场。真是一场艰难的苦战。好在树叶背后的秘密伙伴安然无恙。举腹蚁用触角轻轻拍打介壳虫，介壳虫得到信号，尾部开始分泌蜜露。举腹蚁便以这种蜜露为食。吸取到蜜露的蚂蚁会跟同伴一同分享。介壳虫提供甜美的蜜露，作为回报，举腹蚁心甘情愿地充当介壳虫的卫士。如此微小的生物竟然建立起互利共生的社会关系。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还有更多奇迹等待发现。虽然彼此协作十分难得，但别忘记，弱肉强食
也是大自然的法则。在同一片红树林里，谁才是捕猎者？变色树蜥，它们深藏不露，静待猎物的出现。举腹蚁将是它的囊中之物。在强大的捕食者面前，举腹蚁毫无招架之力。树蜥的胃口很大，它需要更多的能量与蛋白质。它发现猎物，一只大刀螳螂。螳螂身手敏捷，树蜥耐心等待时机。就是现在，自然界的强弱之分往往瞬息万变，非生即死的竞争永恒存在。滨海湿地的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，充足的水分、食物和栖息地吸引众多生物来此求生，其中不乏体型庞大的动物。东海沿岸大风湿地，这里生活着一种大型哺乳类动物麋鹿是中国的特有生物，19世纪末在中国彻底消失，20世纪80年代从国外重新引进少量个体并放生野外，却意外在大风湿地自然繁衍成庞大种群。每年春末夏初，年轻雄鹿变得异常活跃，为了吸引雌鹿的眼球，它们争相打扮。雄鹿发出鸣叫，向雌鹿示好，但是雌鹿已经身有所属。鹿王，他统领和守卫数十头雌鹿，拥有唯一的交配权。
鹿王紧张地嗅着空气，捕捉雌鹿发情的信号。年轻雄鹿不甘放弃，他偷偷潜入雌鹿群。但鹿王绝不容忍自己的王妃怀上其他雄鹿的后代。面对强大的鹿王，年轻雄鹿决定发起挑战。两只雄鹿徘徊打量，揣测对方实力。鹿王虽然年事已高，但战斗经验丰富，他不会放弃多年的统治。他们实力相当，胜负未分。趁着战斗间隙，将鹿角磨得更加锋利，伺机给对手致命一击。如果被鹿角刺伤内脏，雄鹿将面临痛苦的死亡。年轻雄鹿奋力一击，新一代鹿王诞生。维持数年的统治过后，王者陨落，等待他的将是凄凉的晚年。新鹿王如愿以偿，把基因传递下去是所有动物的终极目标。为生命所系，他们要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。湿地由此变成激烈的决斗场。温热的季节，繁衍的任务迫在眉睫，斗争并未停息。在海南岛，红树林形成海上绿洲，一种外观奇特的树根遍布湿地，它们形状各异，背地向上生长。滨海湿地的土壤里空气短缺，突出地面的呼吸根帮助红树进行气体交换。一种小生物依附在这片森林生存，
他们必须吸取更多类胡萝卜素，以使额部的颜色更加鲜艳。醒目的色彩是身强体壮的标志，也是吸引异性的关键。红树植物新陈代谢的速度极快，它们一年四季都在生长。新鲜的和枯黄凋落的叶子每天都有，给象手蟹提供了大量食物。季节更替是动物生活节奏的依据与推动力。现在正是一年一度的交配时期，雄性象手蟹主动向雌性示意，然而雌蟹无心交配，雄蟹步步紧逼，他用大螯钳住雌蟹，将它拖动一段距离，显示自己的身强力壮。雌蟹开始妥协。突然，另一只雄蟹闯过来，交配被迫中断。武力较量不可避免，胜利者才有交配的权利。象手蟹的大螯强而有力，能轻易把硬壳掐碎，甚至把对手的步足截断。最终，强者将入侵者击退，他摆动大螯以示胜利。强壮的雄蟹争取到交配权，它将与领地内更多的雌蟹进行繁殖。这种由雄蟹主导的交配方式在野外十分罕见，连科学家也无法解释这种行为的原因。滨海湿地是冲突不断的竞技场，但更多时候是给众多生命提供容身之地。全世界八条鸟类迁徙路线中，中国东部沿海正处于其中一条。如果滨海湿地遭到破坏，将导致食物短缺和栖息地丧失，对候鸟而言是灭顶之灾。中国江苏盐城湿地，一群丹顶鹤来到这里越冬。一只丹顶鹤腿部受伤，它必须在冬季结束之前补充足够能量，以应对春季的大迁徙。否则，它可能会脱离群体，失去生存的意义。
努力融入合群，尽量补充更多食物。春季的暖风把芦苇的种子吹散在空中，丹顶鹤们感受到春天的气息，开始迎风起舞。迁徙的时机已经来临，迎着温暖的上升气流，鹤群开始起飞。他渴望跟上鹤群。他呼唤着同伴，腿部的伤势并不能阻挡他迁徙的决心。他奋力奔跑，腾空而起。为了延续生命，候鸟必须依季节不同变更栖居地。伟大的鸟类迁徙，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动物长距离转移。中国滨海湿地，带来无限生机的野性之地。它是孕育生命的摇篮，是奋力搏杀的竞技场，更是生死所系的故土和家园。唯有人类的保护和协作，才能延续它生命的奇迹。用生命在拍蚂蚁呀，我。